请看同生咒，十普菩萨第三句看起，普光四世床菩萨摩诃萨得修习菩萨福德庄严，出生一切佛国度下头门。清凉大师注解里头啊，只有两句啊：修行佛海，言出刹海。摄普菩萨了，实在讲呢，完全是说的宏护正法。护法的意思说的很多啊，弘法了说的也不少。我们在前面看到第一尊净德妙光菩萨摩诃萨啊，那就是一个护法的模范。接着我们看到第二尊呢，刚刚讲过的呢，是弘法的模范。我们现在看到普光四字床啊，菩萨摩诃萨了，这也是护法的典型人物啊，很值得我们学习的。今天佛法的衰，不是衰在没有弘法的人，衰在没有护法的人。啊，我们看到热心护法的有很多啊，是的，他有佛没有慧。所以这个护法工作做得不圆满，往往有偏差了啊，有时候啊就错得太离谱了，反而障碍了正法。啊，那么有些护法呢，有慧没有福啊，知道怎么护持，没有这个缘分，没有福报啊。所以护法了，一定要福慧双全啊。我们在此地看普光，这是慧眼，四字床那是福啊。啊，就像我们前面看到净德妙光啊，有福德有智慧，事出事法，往往啊把修福摆在前面，修慧呀还摆在第二啊。你们要不相信，你看华严会上这两大菩萨啊，普贤菩萨修福啊，文殊菩萨修慧啊，普贤菩萨护法了，
他是如来长子啊。文殊菩萨弘法了，是如来的庶男啊，摆在第二啊。你们想想这味道。啊，这是正确的。这个没有偏心，这是公平的。事实那就像经上所讲的法而如是啊。这是自然的顺序，绝不是人为的排列。因此每一位学佛的同学，无论你是在家是出家，首先呢，学佛法，这个很重要。啊，所以，你阿王菩萨都劝诸天大众要听经，要闻法了。啊，要清净善知识啊！这是先决条件。自己具备弘法的能力，要发心修福啊，护法。啊，也就是说，真有弘法的能力。了解大法，对一切众生殊胜的功德利益，没有人护持，护持佛法的人决定是内行人呐、啊！外行人没有办法把正法护持好啊！啊，内行那就是。通宗通教啊，啊，邪密圆融啊，这样的大善知识才能够领导正法，护持正法，不是普通人能做到的呀。道场的主席方丈和尚啊，他是大菩萨，他的使命就是护持正法，正法久住啊，教化成熟这一方的众生，现在已经不是像从前讲的一个地区，现在不是啊，现在是全世界啊，教化成熟全世界的众生啊。为什么呢？现在许多道场都有网络了啊，在台湾有很多道场啊，他们都相当富裕，这有大福报啊，他们都有电视的频道，啊，佛光山有啊，慈济有啊，啊，有自己的电视频道啊，那么他们教化成熟全世界的。这不是普通人呐、啊！啊，那么换一句话说，佛有了，慧有没有呢？要有
大福报、大智慧，全世界的人都得他的利益啊。大智慧能包容啊，他做校长，他做主席，他没有分别执着，全世界的善知识他都会聘请做他的教员，啊，这个是全世界佛法的领袖啊。如果他有门户之见，啊，底下这个弘法人员他是有选择性的，自己不欢喜的决定呢，他就不请，以自己利益为主，而不以众生的利益为主，这就没有智慧啊。真有智慧的时候没有自己啊。我们常常讲啊，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啊，没有自己的利益，只有啊一切众生的利益，一切众生根性不相同啊。今天这个卫星电视频道就是佛教的大道场，能有这个机会，就要把佛教所有宗派都要在这里开阔啊，聘请世界上最好的老师来担任教学。现在聘请老师不难了，不一定要到你电视台里面来讲演了，就在他自己居住的地方，他自己的道场就可以录像，把录像带拿来播放上课就可以了吗？不需要劳动这些善友啊。啊，可以利用啊就近的这些设备，把它做成资料，按照时间来播放，这个世界上无论居住在哪个地区，他想学什么法门啊，就像办学校一样吗？可以先把这个讯息传达出去，看看有多少人想听这个法门，想学这个法门，然后我们再选经，再选教员，真正从事于弘护工作的善知识，决定没有成见，决定没有分别执着，修行人在这个世间，佛教导我们的随缘而不攀缘啊，哪个地方有邀请哪里就去了
啊，不是住在一个地方。啊，出家人。啊，这个是特别讲，啊，出家修行的人，过的生活行云流水呀，没有一定的地方啊。啊，到处参学。善财童子五十三参，首先给我们做出了榜样。哪里有缘到哪里去啊，成就自己的圆满厚德志。啊，谁邀请你呢？护法的大德。啊，他来邀请。大概呀，一般护法都是长老，啊，为什么呢？他们过去都是从事于弘法的内行人，弘法人到老了，啊，老了的时候啊，借的缘广啊，啊，供给众生广结善缘。啊，一生修布施吗？财布施、法布施、无为布施，所以到晚年福报一定现前。福报现前说，就做护法了。啊，从前是做教员呢，现在可以做校长了。要把年轻的弘法的善友要带起来啊，要帮助他们，成就他们啊。那我们今天遗憾的就是住持护持佛法的大德缺乏了弘法的这个经历，所以弘护啊都出了问题。令人感到遗憾啊。啊，但是事实虽然如是，我们知道一定啊要尽一分心力，全心全力啊去做。把弘护的工作做好，那么说到弘护正法，首先的是要培养正知正见的善友啊。这个事情在现代确实不容易啊！为什么呢？真正修道一定要遵守释迦牟尼佛的教诲，世尊一教里头有两句话必须彻底做到，第一个是
以戒为师，第二个是以苦为师。换一句话说，你不能持戒，你不能吃苦，那就难了。真正修行人是很苦的呀。我的老师李炳南老居士做出榜样给我看，95岁这样的高龄都没有人照顾，自己烧饭，自己洗衣服，啊，住在一个很小的房子里头，啊，15平啊，香港是讲平方英尺，啊，大概是500尺的房子，啊，一个小房子。小客厅，小佛堂，一个卧房，想照顾他的人很多啊，他拒绝。95岁以后，才让学生们照顾他的生活。2年他就往生了，他往生的时候97岁。这是末法时期真正善知识做出好的形象给我们看了。无论什么事情自己处理自己做，哪有那么大的福报啊，吩咐别人呢，叫别人去做，没有这个福报啊。我在台中10年，当中有5年我自己烧饭了，啊，我向他学习，一天吃一餐。啊，那么以后再出来讲经了。啊，韩英馆长护持。啊，我自己不要烧饭，不要洗衣服了。我的福报啊，就超过我的老师了。但是多少年来在海外弘法，我没有使者，我就是孤家寡人一个。啊，在许多国家城市去行走啊，啊，言语也不通，但是事先聊了好，啊，一下飞机他们就见到我就接待，啊，一站一站的时候通通聊了好，没有助手啊，啊，看看现在年轻法师出去，啊，都有好几个侍者跟着。我很感叹他们的福报啊，超过我了。啊，这福报啊，一代比一代超过了。德行、道行、学问
能不能超过前一代呢？这个问题不能疏忽。假如我们的德行、道恨、学问不能超过前一代，这个福报享了啊，很容易堕落。啊，为什么？李老师不受学生的照顾。当然，最重要的是做模范给我们后学看，这是真正的用意。啊，第二呢，也证实他有体力，啊，有能力呀，自己照顾自己，不需要别人照顾。需要别人照顾的时候，自己体力衰退了。没有这个能力了，他做榜样给我们看了，这是教学啊，这是现身说法了，把如来化身菩萨真善之时那个样子做出来给你看，我们才有学处啊！看这个样子，哦，原来是这样的。啊，那么我也有人想照顾我，啊，我为什么不接受呢？你们想想，这个道理不难懂啊！啊，我要一接受啊，底下一代就变本加厉。我们想想，释迦牟尼佛为什么不接受？啊，诸位要记住，释迦牟尼佛的侍者阿难尊者，阿难尊者什么时候当释迦牟尼侍者呢？25岁，我们就能想到啊，释迦牟尼佛示现成道的那一天，阿难出生。世尊示现成道之后，就在鹿野园开始教学了，啊，教五比丘啊，开始教学了。世尊一生教学49年了，啊，就算是50年吧，前面25年。释迦牟尼佛没事的呀，到第25年的时候，阿难出家发心做他的侍者，这个他可以接受，是他的小堂弟呀。啊，也知道将来他是传法的人。世尊灭度之后，集结经藏，是阿难跟迦叶两个人的工作。啊，释迦牟尼佛开始弘法利生，前25年都没事的。做给我们看的，难道他没福报吗？王子出身，让家里派这个人的时候都很容易啊，都不难啊。
为什么要这么做？做给后学人看的，给后学人树立一个修行人的样子啊！啊，我们现在讲形象啊。这些地方，我们读经，我们读史，不能疏忽。我们向佛学习，要在这些地方下功夫。首先要认识清楚，啊，年轻作威作福，那个习气很容易养成。无量劫阿赖耶识里面含藏贪嗔痴慢业系种子，够多的了。啊，现在看看一般人，啊，那一种排场场面，啊，你看到很羡慕啊，也想获得。你没有想到啊，那是什么个因果啊？真正学到的人，念念当中不能忘记，宇宙人生真相里面的性相、理事、因果，时时刻刻提得起。这个样子才能保持在菩提道上啊，没有走向歧途啊，没有退转啊。啊，我们今天勇猛精进做不到啊，确实天天是在向前进。啊，于是这个地方菩萨叫我们修习菩萨福德，庄严畜生一切佛国度，读到这个单元的经文啊，心量呢跟前面确实不一样了，每一句的都加上啊，一切佛国度啊，一切众生啊，心量确确实实是心包太虚，量周杀界。摄普菩萨了为我们实现的啊，为我们展现出这种形象啊，我们应当啊修福，佛福德加上一个菩萨，不是人天的福德，不是二乘的福德啊。菩萨福德怎么修呢？跟人天二乘没有两样
四相上完全相同，用心不一样。为什么？世间人有分别执着，二乘人虽没有执着，有分别。菩萨决定没有妄想分别执着，这样修福，菩萨的福德了。也就是说，不着相啊，修福不着修福的相。佛门里面的术语叫三轮体空。天天修福，念念修福，心地里头你痕迹都不着，这个福德是清净的福德，自在的福德，果报不可思议。用这个福德庄严畜生一切诸佛国度，这是我们要记住，应当要学习的。再看第四句，普宝印妙光菩萨摩诃萨得观察佛神通境界无迷惑谢他们，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告诉我们，以深妙智观难思境，故多处不迷，多界不厌。这几句话说得好啊，但是关键呢在第一句，深妙智慧呀，如果我们没有深妙的智慧，就难办了。菩萨的号普宝焰妙光，名号里面就含藏着深妙智慧。普心里头，没有一物啊，六祖坛经里面讲的本来无一物，这个心就普了。普遍法界，普遍虚空啊，是一个智慧的心啊，是一个福德的心啊，是一个普度一切众生的心。宝焰妙光，宝比作福，
妙光比作慧，正是清凉大师所说的以身妙慧。观他的法门，观察佛神通境界，这是不思议的境界。普贤菩萨在前面讲的，法性离体是不思议境界，没有深妙智怎么行呢？这个深妙智就是自性本具的般若智慧，根本智根本智，也就是不动智在一切境界当中佛境界是一真法界，众生境界是十法界，从来没有动摇过，那个心是如如不动啊，周边虚空法界，这个心就具足了圆满的般若智慧啊。我们怎么学呢？善财童子给我们做出了一个榜样，列思练心，功夫就在回光返照凡夫那个心往外头跑还回不了头来，圣贤人跟凡夫不相同的，六根接触六尘境界，他能回头，孟夫子所说的学问之道无他，在求其放心而已凡夫的心嘛，不得往外的跑心神不定一天到晚想东想西真正做学问的人把这个心收回来也是看了，没错，看了之后收回来，不被外面境界所动摇，不被他所迷惑，这就是功夫佛家也是做这个功夫。观世音菩萨在楞严会上所示现的梵文文字性性称无上道这是举一个例子，耳根你看我们凡夫而听外面的音声听了怎么样呢听了些音乐跟着这个音乐手舞足蹈
生起七情五欲，你被这个烟声勾引走了，你受他的影响啊，你被他迷惑了。观音菩萨跟我们不一样，他能从那个烟声回头啊，梵文文字性，眼见色能够反见，见自性啊，六根可以往外头接近啊，外面六种境界接近啊，你要知道回头啊。所以佛家常讲回头是岸，儒家讲反求诸己，都是这个意思。回头要紧啊，不能不回头啊。中国的文化在古时候，做大官的人，发大财的人啊，叫大福报，大福大贵的人，手上常常拿着一柄如意啊。我们现在出家人这个衣服，这福田衣，这个挂钩，这就是一个如意啊，如意的像啊。啊，叫你常常看到，常常摸到，如意表什么呢？回头。你看如意的个头是回来的。回首如意，回头就如意了。不回头就灾难了。事出世间，大圣大贤，他们的功夫都是知道回头，不会被外境所迷啊，无迷惑。清凉大师在这个注解里头注得好啊。境界十法界一真法界，修行人不能不接触。善财童子用五十三参来表法啊，给我们实现这个境界。做出这个形象来给我们看呢，可以看，可以听，可以接触，决定不能够染着。世尊在《金刚经》上教给须菩提尊者，还是这一句话了，不取于相，如如不动，不取相，绝不着相，也就是说，绝不被外面境界相所影响，现在人家影响了，不被他影响，不被他动摇，像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是智慧。心里是怎么样呢？如如不动啊，这是功夫，这是禅定。所以
定慧等学啊。定慧等用啊，不是叫你不接触啊。接触的时候一定要记住，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你要知道真相跟假相啊。金刚经幕后句子说得更好，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佛这首记好啊，我们应该说在一切时一切处啊，对于宇宙人生呢，用这个看法就对了，这是诸佛如来的看法，这是化身菩萨的看法，正知正见。不是这个看法，那你就看错了。所以他看得很清楚，看得很明白，他怎么会被迷了？他怎么会在这个境界相上起心动念？怎么会去造业？不可能呐！真正明白了，你才真正体会到什么叫随缘。佛家讲随缘不变啊，我早年讲经把这一句啊说成四句啊，当年我记得赵默林老居士听我讲，他很欢喜，他说这个我从前没听说过啊，我把这四句说为修行四个层次不变随缘，是如来，是诸佛如来啊，他不变呐，他随缘呐。随缘不变呢，是菩萨。我随缘里头学不变啊，也就是我随缘，我在随缘里头学什么呢？学不取于相，如如不动。在顺境里头学这个，在逆境里头也学这个，在善缘里头还是学这个，逆缘里头还是学这个。这个是大智慧呀，大福德了。那么还有一种呢，不变不随缘。这什么人呢？二乘人。阿罗汉辟支佛他不变了，但是他不随缘。这小乘啊，另外一种我们凡夫随缘随着变，这就搞六道轮回了。我把这一句开作这个四句四个境界啊，我们要在随缘里头学不变
这也是修学纲领啊。佛慧双修，这个地方讲观察，这是妙观察智啊！真正能够啊转第六意识为妙观察智，转第七识为平等性智，我们不能不在这里下功夫啊！在什么地方转呢？就是在六根接触六尘境界里头去转啊，开始学难呢，哎，刚刚转了一转念呢，又跑掉了啊。禅宗那个木牛图啊，很有味道啊，那就是讲我们这个功夫啊，这个修学功夫啊，十个层次啊，它是用这个木牛图来表现的。我们烦恼习气重啊，收不住啊，哎，但是觉得收了，行，收了马上就跑了，再收回来，逐渐逐渐呢，功夫成熟了，啊，大概你要想真正能有把握做得了主，给诸位说，我是用了十年了。张家大师传的这个方法，李炳南老居士会下了观察境界，在这里头练功啊，啊，练就是不被外境所转啊。怎么个练法呢？心在经教上，我用这个方法啊，你心总的繁复，那个心总是要有个地方安住吗？我把我的心安在经教上，全心全力学经教啊，不理会外面境界。外面境界很好，点点头好，顺境也好，逆境也好啊，善人也好，恶人也好，不放在心上。我用这个方法。那时间到了。